雄当如此，明道霍峰最爱乔治的制片人，因为担当投资人制作人之后，明道也成了娱乐圈的幕后英雄。最近明道工作室参与投资，明道还有兼任制片人的电视剧《如果我爱你》频频爆出乔治传闻，明道也因此被封最会花钱、最爱乔治的制作人。他们好像说，因为我们还是有投资方嘛，他们就说我们这个明道工作室好像不该花钱的，而且总是要超支。那我们跟他们说没办法，因为想要开销，所以就得这样。